我亲自动手，所有的仇恨耻辱，今日一并算尽。 果然还活着，你们要对我师父做什么？鲛人，你先灭了帝王，又以阵法困住了师父，如今还有多少力量可以对抗得了我？今日你已是自身难保，你还护得住他吗？ 护得住。知道真相又如何？爱恨情仇本就是虚空，混沌无序才是一切的本源。既然所有人都不理解你，那就全部毁掉吧。对不起，我回不了头了。若我真的就此放弃，我这千年…… 就是笑话一场，又有何意义？反正也没有任何人在乎我了，不是吗？你还不明白吗？我是想救世人，但我最想救的是你呀。我与这世间一样罪孽，你难道不恨我吗？世事无情。 但众生无过，没有这世间的山川万物，就没有恨，亦不会有爱，不会有你我的离别，却也不会有最初的相遇。它的存在，就是你我的意义，不是吗？小青，在你最痛苦的时候，师父没有陪在你身边，让你一个人。 师父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只是不知道前辈与仙师做了什么了结。师父，替我杀了他们。我知道你们为何而来，我把他交给你们。 宁清，你竟然要撕毁契约！你想死吗？我已经错得太久了，总要付出代价。不，师父，你不许走，我不许你走。你想要的不是这张脸吗？你看，他快好了。师父，我可以当成什么都没有发生过，我想永远陪着你。 求求你，不要走，好不好，师父？抱歉，师父，为什么？ 师父，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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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你该做之事。宁清，你竟然背叛我！事已至此，我还有何顾忌？窝窝藏藏的日子我过够了，今日你们都得死！朱燕虽被青姬前辈重挫，但她积聚千年之力，仍不容小觑。在这等我。你要做什么？区区蛟人，能奈我何？多谢你们。我也是时候该走了。朱颜最后的力量被他吞噬了。谁都不许走，尤其是你。是很讽刺啊，师父，一向高高在上的你，也会有匍匐在地的那一日。但是你是不是搞错了一件事？现在轮不到你来命令我了。姬云鹤和鲛人是来杀你的，你为何要帮着他们来对付我？就因为他们让你见到了你心中想见的那个人？那我呢？几百年的相伴，我又算什么？说忘就忘，只要师父乖乖听我的话，汝灵便不杀你。可好？
对不起，如灵，我没能教好你，我忘了如何去爱自己的师父，也忘了教你怎么去爱一个人。我把自己和你都变成了怪物。你若有恨，亲手杀了我。只要你能听手，可好？你想死，就因为他让你死，你便想死。凭什么？不，我不许。我这一生，你让我如何，我便如何。现在也该你顺着我了。都看着他，你什么时候才可以真正看我一眼，哪怕一眼？为什么？小青，还记得你儿时学的第一道符咒吗？始终比不上他分毫，对吗？好啊，既然他想要守护这世界，我就要回他所想，灭他所求，我要让这世界永无宁日。